我是07号，是个机器人。视频开始之前呢，先给大家解说一段视频。视频中的这个男人只身一人来到了机场，从楼顶直接跳下，掏出了一桶油，打爆他，留下丝血。接下来他凭借着丝血灭了一个队。别打。这个男人就是枪枪。是的，我解说的并不是特别的激情，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深深的被他给震撼了。因为敌人但凡一发子弹击中他，他必定会被淘汰。但是呢，没有，枪枪用实力证明了自己，这就是他的自信。所以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角啊，就是枪枪，一个技术流的游戏主播。枪枪一开始呢，和我们所有的作者都一样的，作品呢没有人看，播放量呢也是特别的低，所以一开始的他呢做过游戏实战的解说，因为他技术特别的好，操作意识特别的强。那么给大家听一下当时他做视频的声音。首先第一个就是提前枪，提前枪是根据一秒点炸开火完成的，请大家看我这波。有很多主播呢都说他声音有点像那个主播南岩，但是我觉得他的声音更像 M762 代言人建源。不信大家听一下，前面经常上方看到一个人在跳，我们过来看一下，正前方看到一个倒一个，我们接嘛。那么后来呢，作品慢慢的有了起色，枪响呢也是每个赛季啊都冲战神、单排战神、双排战神以及三战神，他一点一点呢用实力来证明着自己，渐渐的大家都记住了他。于是他又开始改变了视频的风格，只身一人跳技岗，只身一人跳训练基地，只身一人跳机场，基本呢都是一把枪统治了全场，用他一流的枪法为视频前的小伙伴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的屠杀盛宴。虽然视频没有字幕，没有过多的解说，但是每个作品啊都是几十万几百万的播放量，这些作品看似简单，却是难以被模仿以及超越的，因为在这背后枪响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我想这就是他的魅力。现如今的枪响靠着自己的努力拼搏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游戏主播，而他的双字 ID 枪响也为他增添了几分的色彩。枪响人抬走是他对自己游戏技术最完美的诠释，同样在平台上他也拥有着将近500多万的粉丝，而他呢也从最初的手机玩家过渡到了现在的平板玩家，不停地去进步，只是为了给小伙伴们展现最完美的自己。所以这样优秀的游戏主播谁不爱呢？好了，下期你想听我解说哪个游戏主播，记得在评论区扣出来的。我是07号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